调度之后呢，北京南站到上海之间呢，将开行七对的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。这个七对车呢，将按时速350公里运行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北京沪之间的全程的运行时间呢，将压缩近半个小时，啊，控制在4.5个小时左右。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呢，开行呢，这个实现了按350公里这个时速运行呢，是为中国呢为世界高铁运营的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啊，这个速度应该在世界上运营铁路里是没有的。我觉得现在高铁的运行速度快了，然后第二车是觉得更舒服了，咱们复兴号的这个2两座的这个两座中间的这个空间就是明显提高了。这个对于我本人来说，因为我曾经我在英国住过，那个空间是很窄的，咱们这个列车空间是很宽的，很好的。而且当如果是要坐稍微好点一等座商务座的话，这会有更好的，就是更明显的这个感觉。